高雄代理市长的宣誓就职典礼今天上午10点在四维行政中心举行。行政院秘书长李孟彦的监教之下，杨明洲正式接下了高雄代理市长一职。除了恢复晨会制度，也将办公的地点由凤山回归到四维行政中心，而各局处首长也将在下个礼拜一发布。至于韩国瑜解职生效不到一天，新闻局的脸书大头照马上更换为陈菊时代的彩带糕，不免也引发质疑。不过对此，杨明洲则说，万物静观皆自得，极力要降低蓝绿对立的氛围。各遵国家法令，尽忠职守。在行政院秘书长李孟彦的监教下，杨明洲举右手宣誓，正式接任高雄代理市长一职。高雄市民不久前用行动证实了一个城市因人民而伟大，我希望能够锁紧发条不要让我们的末梢神经麻痹。新官上任三把火，杨明洲上任后除了恢复晨会制度，也将办公地点由凤山回归至四维行政中心，而各局处首长何时发布引来外界关注。我们礼拜一就会发布我们的代理的局处的首长，新人新气象，但杨明洲势必得碰上市政总质询，要如何解决前朝留下难题，他正面迎击。我们会检讨他的进度，跟检讨他发生的困难在哪里那因为我代理是两个月，但是也不会终止这一个评估。只是随之而来的争议也不少，因为韩国瑜解职生效不到一天，新闻局脸书的大头贴马上将韩市府的粉红糕更换为陈菊时代的彩带糕，不免让人质疑绿营虎视眈眈。基本上我没有什么这个意见，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爱好万物静观皆自得你是什么心境看的东西就是什么东西。尽管极力降低政治色彩，但面对蓝绿对立氛围，杨明洲扛下代理市长一职，一时半刻心里恐怕如坐针毡。记者谢凯、王昭群、许不杰高雄报道。